有一年，田王府预备朝贡当今天子的13箱珠宝，在一夜间突然失踪。王爷闻讯焦虑万分，下令总管郭凡彻夜搜查。3箱珠宝，谢鹦鹉果然将王府所失的13箱珠宝找回，实现了郭总管的第一个愿望。失去的珠宝都找回来了。不好了，郭公子坠马死了。儿子，把我儿子的命还给我，把我儿子的命还给我。你真的相信这种事吗？你真的相信一只鹦鹉能使你的儿子复活？宝库失窃，卑职的责任最大，嫌疑也最大。现在失窃的珠宝已寻回，犬子是否能复活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相信你的忠心，也希望你的儿子能够复生。可是啊，you
田王府那批珠宝失踪后，本来已经平静多年的江湖从此也就骚动起来。为了这批价值连城的珠宝，各门各派都在追查谢英武的真相。他们因为互相猜忌而导致残杀，由于残杀而引起仇恨，更因仇恨而又互相杀戮。可是谢英武的秘密和珠宝的下落却始终是一个谜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杀我？说！田王府的珠宝，江湖上的人都说是你。你是鬼还是人？我是个将死的人，还没有变成鬼。是谁害你的？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！我怎么害你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刚才看见什么？一道红光在这边闪耀着。你知道那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。因为那红光一出现，雪鹰武很快就出现了。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。不，有人看见。谁？郭凡。就是田王府一夜之间失去那批珠宝的郭总管。是。那么那批珠宝到哪里去了？你赶快离开这里。雪鹰武他那批珠宝到哪儿去了？雪鹦鹉，雪鹦鹉，你是谁？铁恨。中原名捕铁手无情，铁恨就是你。不错。你来找谁？郭姐。找他干什么？他是郭凡的兄弟，郭家唯一的活口，只有他才能告诉我田王府失窃那批珠宝的下落。可惜你来迟了。什么？出来没有？他是被毒死的。你看我叶霆锋像个下毒的人吗？我相信你不会，因为他还没有说出那批珠宝的下落。哦，如果他说了，你以为我就会下毒？很难说。
他临死之前究竟还说了些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因为只有我才能证明你没有下毒。他说出了三个字。什么字？血鹦鹉。血鹦鹉？嗯，我绝不相信血鹦鹉这种事，我只相信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抛开。你是识货的人，应该看得出这是什么。这是碧毒珠，专克五毒，这也是王府失窃的珠宝。他身上既然有碧毒珠，怎么会中毒而死？哦，有些毒走筋脉血管，有些毒走六腑五脏，本来就不相干。这件案子另有主谋，他是被人灭口的，主谋人会是谁？啊，其实只要找到一样东西，这件案子你想不破都不行。找什么？鹦鹉，血鹦鹉。血鹦鹉。这个东西走得真快，真邪门。就算你追上了，是祸是福也很难说。祸福由天，生死由命。我了解你的心情。哦，自你进入了六扇门，死在你手下的不下有七八十人。我从来没有妄杀一个人。可是你杀的毕竟是活生生的人，你双手沾满了血腥，想洗你也洗不干净了。我真是不明白你究竟想说些什么。嗯，血鹦鹉。铁捕头是怎么死的？中毒。中什么毒？不知道。难道连老先生都查不出？只要是人杀了他，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能查出。难道凶手不是人？绝不是。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好好。你看，这里是酒店还是棺材铺？小店只卖酒不卖棺材呀。那怎么会有棺材？哦，这是那位客官带来的，而且他一定要放在这里。这杯酒轮到我，我干了。嗯，好。
喂，里面有什么？我跟你说话。里边是我朋友。是死朋友还是活朋友？只要是朋友，死活都是朋友。死人还会喝酒？哎，现在轮到你干了，我替你喝了。这人是疯子，你看怎么样？把他踢出去。我这个朋友活着的时候就喜欢踢人，从来没有被人踢过，死了一定也不喜欢被人踢的。只要我多用半分力，你的手就永远不能再拿武器了。小魔神，小魔神死了！小魔神，小魔神死了！这个鹦鹉叫小魔神？是啊。是你替他取的名字？不，是个女孩子，她送给我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名字。她是什么人呢？我这一辈子都是规规矩矩的，可是我却荒唐过一次，那一次把我一生的积蓄都花光了。可是他给我得到的满足和刺激是别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。他在什么地方？那只不过是一间妓院。哪家妓院？鹦鹉楼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雪奴。雪奴。这棺材里装的是死人还是银子？死人也好，银子也好，这家伙一定是疯子。是吗？哪有人带着棺材逛窑子的？这疯子上雪奴房去了。雪奴不会喜欢一个疯子的。是啊，这个疯子哪比得上严公子强啊。哎，红衣姑娘，你是？你不要管我是谁，
我想问你，你到这里来是想找哪位姑娘陪你呢？雪奴。你这个人真怪，用棺材装银子。这口棺材里一分银子都没有。哦，那是个死人。我只知道他是我朋友，至于是死是活，那并不重要。你至少还应该知道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今天晚上是死人留下呢，还是你留下？有什么区别？要是活人就得付钱，死人我免费。这样看起来只有他留下，我出去了。哎，那又何必这么急呢？如果我不出去，我身上有一件东西就要出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夜明珠。现在你可以留下来。你为什么在墙上画这些可怕的画？我喜欢要人害怕，害怕也是一种刺激，常常能刺激的男人发狂。这些妖魔在干什么？在庆贺魔王的寿辰。哦，这是魔王？是的。可是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魔王。这只鹦鹉为什么是红的？它是魔血滴成的，围绕在他身边的十三只怪物就是他的奴才，叫血奴。你想做他的奴才，所以改名叫血奴，是吗？今天晚上我只想做你的奴才。所有的魔血都滴成这只血鹦鹉和十三个血奴？不，另有十三滴血结成了石头，在一瞬间它就可以夺人魂魄的石头，这种石头就叫做血石。是不是这种石头？啊，血石。我
没事吧？没什么，你真好。谁？我没事了，你下去吧。他是谁？是我的乳娘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你给我的那块石头是春药。那你为什么说是魔石？因为魔王和雪鹦鹉的故事实在把我迷住了。我不喜欢这个故事，更不喜欢这幅画。这画是谁画的？我不知道，听说是韩谷斋裱的。我要去买白粉，把它涂掉。韩谷斋的主人死了已有三年，韩谷斋的店门也有三年没打开过。你不是想买石灰吗？趁我没有睡觉，你还是可以买得到的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我要买石灰？大家都叫我老蛔虫。嗯怪不得你像我肚内的蛔虫，知道我想什么。你要刷墙，要在这儿待下去。只可惜你一定待不久的，也许连墙都没干，你已经没命了。老板，有没有酒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哇你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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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哇的，哎，哎，哇，嘿，嘿，嘿，哎呀，哎，呀，哇，啊，啊，呀，嘿，你哪来？是谁叫你来杀我的？是我。你想杀我？血奴要做生意，做生意的姑娘不能养小白脸。你凭什么这样说？血奴从小吃我的奶长大，就该听我的。还好我吃奶的时间已经过了。老太婆，你想开点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啊，这是你要的石灰。啊，你也想杀我？是的，你也是为了血奴想杀我？本来就有这个打算。看来你的身手还不错。大概还能在我手上过三招。哦，可是我还得警告你，血奴本来就是我的，他要养小白脸就得养我。我哪一点不比你强？哦，只有一点。嗯，你的鼻子太扁了。啊，不要。现在看来你可真的变成了小白脸了。哇呀，哇呀，我呀，哇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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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完呢。哎呀，
如果我再多接你一招啊，你连做小白脸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哼！啊！哎呀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割他的鼻子，挖他的眼，掏他的五脏，挖心肝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割他的鼻子，挖他的眼，掏他的五脏，挖心肝，把他的心掏出来喂狗。这个女人是一个巫婆，这里的人都很怕她，因为她的诅咒一向都很灵验。只不过真正要杀你的人还不是她。哦，那是谁？李大娘。李大娘为什么要杀我？哼，我只知道杀人，从来不问为什么。你就是长剑高欢。你还不动手？我不想这里发生更多事情，请你尽快离开平安镇。你是谁？为什么用化尸水把尸体化去？我叫安子豪，是这里的镇长。因为有一个官职比我大几十倍，比铁恨更有名气的捕头将会来这里。他是谁？长啸，常大人。独剑长啸，你是聪明人，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。谢谢你的忠告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。什么事？李大娘是什么人？她为什么要杀我？她是雪奴的母亲。雪奴的母亲？为什么要杀我？
官死了。传话下去，不杀了叶霆锋，不要怪我李大娘不客气。你奶妈来过了没有？你一走我就睡了。你见过他？嗯，他想杀我。我到这儿才半天，这里所有的人个个都想杀我，是不是他们之间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你能不能带我去见一个人？谁呀？我想见一下李大娘。你真的要见他？嗯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挖出你的眼睛，看你还想不想见他。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？他是个魔女，你只要见到他，就永远不会再见我了。我不想你离开我。棺材吗？没有。铁恨，我一定送你回家好好安葬，不要在这里作怪吓唬人。你在跟谁说话？刚才是你在说话吗？不错，是我。把棺材打开。棺材里边是个死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棺材里除了死人之外，逃犯、土匪、私货、赃物全都可以装进去的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开棺之后如果要有什么意外。有什么意外？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很凶，死了以后变成厉鬼，厉鬼作祟，什么事儿他都做得出来的。见鬼。开棺搜。是。这个人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？你不会自个儿摸吗？醒醒，醒醒，雪奴！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棺材里边的朋友？棺材里的朋友啊，怎么了？他不见了。
虽不如你的经验老道，也是你们这行中的高手。无论发现了什么，最好不要对我隐瞒，也不要给我铁恨那种报告。再做生意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世上如果真有厉鬼报仇，我最少已死了一千次，绝不会活到今天。啊！找到了没有？中毒而死的。毒药还是暗器？还不知道。心脏破开了没有？心脏也要抛验？要，一定要。是。小老头，我看你也是验不出什么结果了。膝盖下有几根很小的针。嗯，小老头，嗯，针是石星堂精制，毒是千机毒，这种毒针就是七星夺命针。大人慧眼明察。嗯，红石击中的痕迹与针口部位相同。看来毒针是镶在红石上的。是。大人，嗯，心脏里找到毒针。拿过来。是。你很聪明，当我下令抛开心脏，迟早会发现七星夺命针的存在，你才肯说出针口这种事。可惜你不够狡猾，否则你应该知道，我是在试探你真正的工作能力。铁恨是怎样死的？中毒。什么毒？不清楚。你的验尸报告我也看过。我知道。有件事我想你是否知道，郭简的尸体我已重新抛验过，郭简的死因跟他们都一样，可是在郭简的身上你为什么找不出七星夺命针？铁恨他有没有死？铁恨跟你到底想隐瞒些什么？你们是不是鹦鹉？血鹦鹉？说。你应该知道，我的手下都是用刑的好手。你也应该知道，像我这把年纪还能活多久？只怕你想死也没那么容易。你还没有权利控制一个人的生死。我不想你死，你就绝对不能死。
铁恨的棺木在哪里？这个在鹦鹉楼。听说铁恨的尸体昨晚变了僵尸，失了踪。失踪？张铁、林平，你们两个留下。是是。带路去鹦鹉楼。你就是血奴。嗯。你为什么不把那副棺材搬出去？这不是我的东西。是叶霆锋不肯搬。我没问他，今天我还没有见到他。听他说，他去找那个变了僵尸的朋友了。哦，说不定他现在已被僵尸掐住喉咙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晚钟在检查棺材。是。康老大在，你与安子豪去抛验那两个公差，尽快把报告送来。是。大人，棺材打开过两次，第二次打开后没钉上。把它打开。是。你就是叶霆锋。是的。你知不知道棺材是用来装死人的？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睡进去？我不想这么快就变成死人。哦，有人要杀你？是的，这里所有的人都想杀我。哼，睡在棺材里也不一定安全，很容易被人活活钉死的。好在这副棺材出过僵尸，没有人敢接近的。僵尸？大人，在死了的公差断臂中抛出了一枚七星夺命针。七星夺命针，你肯定铁恨死了？一个人的死活我还分得出来？哼，死人居然还会放毒针杀人？你不如去问那个死人好了。这幅魔画有时有鬼眼出现。所以你把它涂了？是的。隔壁是谁住的？宋妈妈住的，是一个巫婆。啊，巫婆？僵尸魔化鬼眼，走去找那个巫婆。是。嗯，笨蛋。我的爹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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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拜的是五毒鬼佛，看来一定是用毒的能手。怪不得那些秽物恶臭到令人昏眩。哎，小心你的手下不要乱碰这里的东西，可能有毒。不要打开。Thank you.
全到了没有？全都到齐了。三爷，在这里，这里是1000两。三爷，要我们弟兄来做什么事？要你们去抓一个人。谁？哼，血奴。这很容易，三爷放心。走。等等，血奴身边有个贴身的丫鬟，她名字叫红玉，她善用绣花针杀人，你们见了她千万要小心，最好是避开她。知道了。走吧。走。哎，七个人的面皮刚好够我做一条裙子。是啊，好看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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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孤阵，可惜你这个阵顾得上面过不了下面，顾得前面过不了后面。几时学会把人绣成瞎子？30年前。啊，原来你就是江湖上号称娃娃脸的夺命神针红玉姑娘。把雪奴交给我，她在我身边会安全得多。你到鹦鹉楼来干什么？啊，她是我娘派来保护我的。Oh!
该知道这个女人是我的。我知道，你为什么要把她带走？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哼，田王府的一件丑事。哦，那跟雪奴有什么关系？雪奴不是李大娘的女儿，她是田王妃的私生女，也是田王府唯一生存的人。你凭什么这样说？20年前，我在田王府供职画师，官职虽小，但有机会进入王府，接近王爷。有一天奉召进王府，郭总管，像已经画好了，请光。哦，你等一等，请。红蝙蝠，原产龙州，双腹红蛟化冻，姓银。这个血石是用10万只红蝙蝠的血凝结提炼而成，服食以后不但长生不老，还可以壮阳固精。王爷淫虐成性，早有所闻，岂知他还有一种丑恶的性变态，就非我所料及。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透。1年后，王妃产下一个婴儿，是男是女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出生的当天，婴孩就被人抱出宫外。王妃临别，解下一块佩玉，挂在婴儿的身上。从此以后，宫中不见有人提起这个婴儿。奇怪的是，雪奴身上那块佩玉就是王妃当年留下的信物。其实你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。哼，对，或许我不应该在这儿告诉你。嗯。啊！嗨！啊！呀！这里，你说的太多了。哎，你怎么把他杀了？哼，这种人死了喂狗，狗都嫌臭，有什么可惜的？可是我们少了一条线索。就这么不客气？想见你实在不容易。你有什么事？你大概很熟悉这件东西吧？这是雪奴身上的佩玉，也是田王妃给了私生女的信物。什么意思？我还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即使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还想娶你。你杀了这么多人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？有件事你还不太清楚。在我眼里，你虽然很迷人，但是跟田王府的珠宝比起来，那批珠宝会更可爱。哼，有件事你也不太清楚。我既不知道什么珠宝，也跟田王府没有丝毫的关系。不要把门关得太早，你女儿还在我的手里。你是要田王府的珠宝呢，还是要你的女儿？这只毒镖3个时辰内就能致人死命，这个人质帮不了你。好狠毒的女人！
雪奴，想不到我娘这么狠。珠宝，那不是王府失窃的珠宝吗？走。
有通路。哦，thank you.
原来在江湖上兴妖作怪的雪鹦鹉就是你这条老蛔虫。哼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雪鹦鹉，那只是一盏会发光的灯。你们到底在搞什么花样？也许你就是赔了这条命也不会弄清楚。偏偏找这个地方来送死。当我踏足江湖时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可是我不明白，雪奴跟你什么关系？雪鹦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江湖上不怕死的人不多，今天我就要你死得明明白白。你就是？我就是田王府的王妃，她就是田王府的总管郭凡。原来你们都还活着。我们本来都没有死，只是利用雪鹦鹉的传说，我们伪造了一个王府珠宝失踪的故事。其实谁也没有见过雪鹦鹉，所有的事都是我们两人安排的。这把剑装有弹簧，根本杀不死人。原来你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吞占这批要朝贡当今天子的珠宝。你说吞占也好，冒犯朝廷也好，只是我太喜爱这批珠宝了。可惜你们白白地送掉了王爷的性命。哼，人总是要死的，况且他只是一个荒淫无能的老人。天下最毒女人心，果然如此。无毒不丈夫，那又怎么说？你以为可以安享这批珠宝了吗？哼，天下两大名捕长啸铁恨都已经死了，那我还担心什么？铁手无情铁恨他并没有死。哦，你应该知道他早就变成僵尸了。你以为僵尸可怕吗？僵尸并不可怕。啊，可怕的是你并没有把我杀死。嗨呀，跳跳跳跳跳，啊！这块所谓夺人魂魄的血石，只不过是一件藏有毒针的暗器，对我来说早已不起作用。当鹦鹉楼出现僵尸的时候，我早就应该想到你是用窒息功来装死。可惜你的脑子一向不够敏捷。嗯，嘿，嘿。
只要你放出我的朋友，跟我归案，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。是你救了我，他只不过是只鹦鹉。啊，血奴，是你。